比如朋友需要困难借钱呐，他就跟，拿钱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一定借。哦，我就不太相信了。你先跟他借钱看看。你跟他借，你问他借钱。喂，借一点钱可以吗？哎，来，借钱呗。 不可以，今天不可以。好，那再问他，他可能会借给你，问他会借钱。啊，嗯，借点钱给他吧。啊，借点钱给他吧。你不肯嘛？你看，那怎么可能会借钱给你？那说人也好，你骗人。今天不是什么都不行啊，今天。